这边解释一下哦，这个林州骂是台语叫做你祖母哦，怕有的人看不懂或听不懂，所以在这边解释一下。我刚刚没有要讲脏话哦。你会选什么？一般都会选一吧。这个还有人在说吗？所以我现在就是直接打最后大魔王了。哇，我直接赢了。不好猜，那么多张。这张不可能，我猜就算我猜对也是没有了，我的牌在他这里。不要，不要抽我！我操！我操！他那字幕也不准，好不好？字幕都随机出现的。然后表情有时候也是骗人的，哇，五张全部都不一样，哎，太屌了！Yes! 所以我希望是跟他对决哦，除非我赢了这位小姐，她会跟我玩野球拳之类的。但是他的胸部是不是有点下垂了？我选，没有选到。糟糕了，糟糕了。
哇！Shit！ 真的要跟他 PK 就对了。哎，不错哦，厉害哦。这样我的胜算还蛮大的，因为我两命对一命。好，我知道你们会觉得，哎，怎么那么麻烦？我只是要看个剧情而已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是很有耐心的把它录完。好，只要我猜对就好了。这个我很容易赢哦，三选二啊，三分之二的几率会赢。干，还有新游戏哦！废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神经病哦！啊，所以嘞，啊，如果不然牺牲自己，他们就会得救之类的吗？所以这是他的女朋友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他暗恋谁啊？到底是男主还是这一位？这个是那个眼镜仔吗？哦，原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，所以财团也找上他了。这是原来他们是夫妇啊，富婆。啊，这个是死变态。哦，原来他想要侵犯这位，你懂的。所以这种啊，这是他爸爸妈妈吗？怎么觉得是 gay 吗？哦，是摔跤手啊，原来是摔跤手。什么还有？哦、我还有两张哎，喂。搞屁哦！我两张鬼牌要怎么解啊？哟，这边弱点特征，原来是这边可以看到啦，弱点特征啊。网路女神，对他人相当不信任。又是双子座，吃软不吃硬是吧？
非常看不起比他成绩差的人。重点是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完结到底怎样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你最好是不要娶到摔跤手啊。Rock 摩羯座。天蝎座。原来他是个教师啊。没了。哦，这边可以看之前你完成的那些西居图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哦，大合照啊，人设设定就对了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还有个封面图。但是重点，我要怎么开通其他关卡？这才重点啊！不是这个吧？这是看动画。搞屁！所以这就是结局吗？不可能啊！这特别篇吧。No no no， 我不玩了。我要登出啊！别闹了。现在不能开启选项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有够扯的。都要放左边就对了，没关系。所以隐藏结局该不会是我要先干掉他吧？难度相当的高哦。不会吧？好，先抽到也是有好处的啊。先抽到就有机会让他拿到那个嘛。
shit， 我不应该乱抽的。糟糕，不能直接挂了它了。我必须要跟这个兔子一决胜负啊！我觉得这样可以开启隐藏关卡。我自认为哈，好，他不要抽到鬼牌就还好。拜托你不要抽到啊！好，跟你 PK。boss 输了，我就直接过关就好了。我跟他干嘛？为什么我要跟他 PK？ 三分之二啊！你输了。这个胜负有点难，二分之一。感觉没有变化嘛。我破关了，简单的说就是我这样就算破关了 ，OK。简单的说，那个摔跤手是他母亲就对了。好，这可能是 DLC 吧，我猜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会把这个资料完全补齐给大家看，谢谢大家。